啊，长老啊，诸位大德同修啊，法师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早上有同修问到啊，因为课程当中啊有讲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啊，这一位同修很难得啊。我们昨天强调心有疑随杂技啊，救人问求却意啊。那我只说到这一个问题哈，代表昨天到今天所讲的，大家通通消化吸收了哈。就是两种情况嘛哈，第一是消化吸收的，第二就是还没有养成这个，没有懂的马上记下来问。我知道都是第一种情况啊，好，那天生就是人出生后啊，天生样样不懂，要学习才会得到，哦，好，那。当然人生出来啊，他开始学习哈，但人有带他过去生的这一些习气啊，比方说有一些人过去生他书法就写得很好哦，结果他一接触到这个缘呢，他就写得特别好哦，所以人都带过去生的能力跟福报过来的哦，虽然是说他还是要学，但是他学得特别快啊。我在英国的时候啊，遇到一个邻居啊，他好像在西班牙生的一个女士啊，应该20多岁啊，结果啊他是第一次遇到马啊，他说他跟他妈妈遇到马，他妈妈吓得要死，怎么骑都不会骑啊，他一跳上去就会骑马了啊。后来呢，这一位女士啊，她到中国去学蒙古的东西啊，她的学位就是专门研究蒙古文化啊。大家知道她前世在哪里吗？她一跳上去就会骑了哦。好，那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啊，其实父母老师啊，能发现这个孩子啊，过去生带来比较强的能力啊，哦，那行行会怎么样？出状元了。所以往往是，父母老师啊，变成有执着了，一定要他怎么样？哦，那他带来这个能力啊，可能就没有发挥了。哦，每一个行业都可以行菩萨道。哦，所以假如说我们哦，以前的教育就是啊，比方说他去读私塾啊，结果老师一看呢，这个不是考功名的料。不是去好好读书当官的料，可是问题是呢，他有扎伦理道德因果的根基，他以后可能是这个工人啊，但是他有那个基础，他可以在他那个领域去行道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医道啊，有商道啊，各行各业，这是古代的教育了。好，我们到现代啊，变成呢都是挤那个学历的窄门了，啊，结果忘了行行出状元了，啊，所以我现在遇到那个学传统文化的家庭哈，的家长啊，好，我都会请他手下留情了，哦，不要逼他的孩子说。
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英国汉学院。哦，很多孩子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非常讨厌英国汉学院。啊，就硬逼他往这个门走了，啊，逼他读传统文化，结果过了，他讨厌传统文化，这个比例还不少。你看，明明是好东西，啊，孩子可能也有善根，不排斥，但是逼到反效果。哦，啊，现在有一句话叫“爱你没商量”啊，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啊，这个是好东西啊，一直逼，一直逼，一直灌灌，啊，这个东西好吃，灌灌灌灌到什么反胃了？哦，好，所以都不能出现执着啊，不然对事情不利了。好，这个啊问题啊，跟大家交流一下啊。好，啊，所以我们修行人要有一个很高的敏锐度啊，就是防止自己出现执着点。啊，《论语》有一句话讲：“过犹不及。”啊，所以太过了，执着；不及，执着。啊，所以佛家讲中道。儒家讲中庸，但是这一个中不是说哎一支尺三十公分啊，哪里是中道啊，哎十五公分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看啊，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你要因材施教，哎他能接受的，那每一个人又不一样了，所以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哦，三十公分、十五公分就这样的一个死的东西。哦，所以东方强调悟性，灵活运用，因无所住，哎，不执着，哎，而生其心，看着办。哦，所以这个我现在也要看着办啊，因为讲义还没来，我就要看着办。哦，不然我一直走，我就要继续傻笑。啊，这讲义还没来，要笑到来啊。哦，当然这是我的问题啊，我早上才交代这件事，啊，造成人家现在还没应过来。哦，领导者要。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啊！当然，这是确实是我的错。哦，哦，那啊，因为啊，我们长老在前面了，护念啊，因为他提的重点太多了啊，所以现在呢，先顺着把这些重点啊，大家探讨完，再开下一个议题。哦，这样更顺，哦，所以你看，哦，这个讲义没来，也没来的恰到好处，哦，我们先把前面的因缘把它 close。哎，我讲英文的时候，你们要给我一点，啊，这个，啊，我早上才跟大家谈论一个。泄露的考题是吧，哎，大家记不记得我泄露了一个修行必考题目啊，哎，什么题目，哎，你们还看看讲义这样，哇，我泄露了你们都不珍惜，哦哦，我知道了，哦，你们是这个特别啊，特别清廉的人，啊，泄露的东西不看，是不是？哦，以前那个有个读书人呢，
他教出来的学生呢，当了主考官。结果呢，他的学生呢，就把那一年的考题啊，因为他的这个读书人的儿子要考试了，他的学生就把考题给他，他就把它烧了。你们都是不看的哦，但是你们用错法了啊。那个可以不看，可以不用记哦。但是这个必考题啊，让我们赶快做好心理准备，放马过来，是吧？就是不挑境界，不分别，不执着。所以我已经过了中秋啊，现在有一个考题啊，叫学英文。因为我常常要去英国汉学院工作啊，他们让我要办工作证，雅思要考四分。你看有人年纪啊还得考英文。所以告诉大家一件事，考试没有越考越简单的，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是吧？你今天你已经读大学了，突然看到一个考题一加一等于多少，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被侮辱了？一定是越考越难的。所以诸位同修，你假如遇到的问题啊越来越难了，你不止不要难过，你要想，老天爷真瞧得起我啊，佛菩萨真瞧得起我啊。我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哦。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对呀、所以天要降大任，不是上天很瞧得起吗？他吗？佛菩萨很瞧得起他吗？所以大家的考题假如很大你要想到啊，福气啦，可能上天要送福慧来了，在这里考，真福真慧啊，我们老和尚说的，这个，任何境界都是，让我们业障尽消，福慧全现，都不是坏事。不知道长老您的考题是不是越考越难，还是说退休了就没有考题了？这个，再好好找机会跟长老请教一下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论语》这句话啊，“过犹不及”。老和尚在讲到啊，天王殿啊，第一是弥勒菩萨啊，上第一堂课，接下来还有四个教授上课啊。第一位东方持国天王拿的是什么？琵琶，他就表不能太紧，太紧了弹曲子会断。不能太松，松了弹不出曲来。所以一个家庭太严了，孩子太压抑，甚至不敢进门了；太松了，孩子没有规矩了。所以家是这样，团体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这个刚柔并济，刚要有原则，柔呢也要柔软，不然假如说太严格了，整个团体的氛围啊，大家身心都很不放松啊，这样长期工作呢潜力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看东方的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相通的。我们举个比方说齐家修身，
到这个小跟大它是通的啊。首先孝悌为传家之本，哎，我们现在在道场啊，你看孝悌是不是修身要从孝悌下手，传家也是啊。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啊，人就是佛门讲的慈悲，啊，所以地藏菩萨是表孝敬，道场里面一定要把孝悌，尤其孝道要表出来。因为我们是弘扬佛法，那佛法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啊，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那我们没有表出来，那人人弘道啊，我们没有表出来，那我们讲大众怀疑了。啊，所以当我们的同仁啊，他要去尽孝的时候，那应该整个团队啊要支持他，哦，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啊，人生有一个遗憾，啊，是很深的遗憾，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哦。所以假如一个同仁他要尽孝，其他的人你放心去，你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把你做好啊，你全心全意去尽孝，那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同仁他孝道圆满了啊，他了无遗憾啊，甚至于把他的母亲送到极乐世界去了，大家想一想他对团体感不感激啊？哦，哎，那这个团体的向心力啊，就从这里来了。啊，好，所以你看这个，从修身齐家到我们团体，孝悌这个要表出来啊，啊，而且跟我们弘法息息相关哦。啊，哎，谨慎为保家之本。个人要不要谨慎，家庭要不要谨慎，不然你把家给毁掉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同样的，我们做事也要谨慎，而且要慎于开始，不要轻易去发展一个因缘。假如这个因缘不成熟，你这个箭射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呢。哦，比方说这个缘太逞强了，结果你一动土，花了好多钱，最后这个缘推不下去了，那这十方财就浪费得很厉害。哦，所以这个谨慎要慎于始了。勤俭为持家之本，要勤劳，个人修养自己要勤劳啊，要节俭，家庭也是这样哦，团体呢，我们勤奋带动啊，老和尚早上讲的，你不要跟人家结怨。很重要的，我们付出啊，带头付出最多，有什么功劳名利让给别人，不会跟人家结怨，而且人家会感动。好，在这个商业界啊，有一尊菩萨，好，那诸位同修，你一听到商业界啊，
哦，有没有马上跟我没关系？会不会马上起这个念头？哇，那这样会有执着。请问现在是不是商业时代？你有没有亲戚是从商的？哎，以前古代哦，从商的人不多哦。哇，现在你的亲人当中说没有从商的，我觉得不大可能。那我们在弘扬佛法，我们面对很多商业界的人哦。哦，所以这一尊菩萨大家都要认识哦。啊，道圣和夫先生，哎，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有没有赞叹？那请问大家，老和尚为什么要赞叹？哎，我们要看得懂老和尚的应机呀。啊，现在从商的人那么多，啊，你把这个榜样推出来。而且他根本就是学了传统文化，他才有这么高的成就。哦，好多企业界的人去向他学习，他说，尤其中国的企业家啊，去找他的时候啊，他说，我都是跟你们的祖先学的。哦，给敲醒了不少这些企业，而且这些企业也不小哦。那稻盛和夫先生他做成的事业啊，在整个企业界啊都觉得是奇迹了。哦，比方说那个日本航空倒了啊，我简短讲一下哈，他创了两个全球五百大啊，第一个是做陶瓷的，后来呢，因为日本的通讯行业是一家独大，一家独大价格就会很高，因为被他垄断了，没有其他人能做。那稻盛和夫就想到了全国人民的通讯费用很高，他想来，啊，也来经营一家通讯业，让百姓的压力不会那么大。然后他就一直问自己的动机：我的动机里面呢，有没有丝毫为自己？啊，他想了一段时间，哎，没有。但是他的亲戚朋友都劝他：你不能做，不然啊，从明治时代来了一百多年的大企业，你一有动作，可能就被他想办法把你给干掉了。但是他只问自己的心，他还是去做了。哎，结果很快的，他的企业就做起来了，就又成为全球五百大之一了，就是他的这个通讯业，一下子那个通讯费用就下来了。哎，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说啊，因地不争，果遭淤屈。所以从正面的来看呢，只要我们的因地是对的，一定做得成。啊，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啊，你全然是利众的心呢，佛菩萨、圣贤人都会加持。这个事会成，哦，所以我们不要搞复杂了，只要我们的动机是无私的，一心为众生的，就放手去做，啊，一定会成，啊，结果他的故事啊，对我们来讲，啊，我们经营团队啊，很受启示，啊，比方。他成就了两家全球五百大，结果他去身体检查，得了胃癌。他很平静的，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涵养了。
他面对生死啊不恐惧。老和尚说我们念佛人啊不能怕死，是吧？诸位同修啊，假如下个礼拜啊医生通知你啊你还有三个月的寿命，你会怎么样？假如我收到这个通知的话，我说哇，我这一头牛啊三个月之后可以休息了。那这个是佛菩萨慈悲啊。对啊，当我们知道要走了那代表要去见阿弥陀佛了，不是坏事情啊。当然我可能没这么好命所以不怕死啊。那他接到这个报告啊就很平静的回到公司去把人事安排好，代表他有无常观，他随时准备退下来，他人才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对我们在晋中团队里面重不重要？很重要哦。修行人要有无常观哦，无常随时会来，对自己对团体都要有无常的心境，我们就会储备人才这个团体没有我了可不可以正常的运作，甚至于是可以运作的更好，哇，那代表我们是很有远见的。他有远见，安排好了他就出家去了。出了家没多久啊他胃癌就好了他也活到差不多90岁左右，也是前两三年才走的那出家几年之后日本航空倒了，当时候的首相啊鸠山由纪夫去请他出山，这又是一个表演。好，他已经出家了现在首相让他出山，假如是你，你出还是不出我都出家了还让我去染这个世间。他出山了因为日本航空啊是国家型企业，假如倒了对全国日本人对经济的信心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考虑全国再来日本航空有3万多个员工就失业了，还有当这一家航空公司倒了日本又变成只有一家航空公司了，所以坐飞机的费用会怎么样？又飙高了，坐飞机的百姓压力又会大了，他都是考虑众生，而且他出了山之后才能跟全球的企业界的人接轨，都来跟他学习，那种影响那种教化绝对可能不亚于一个出家人所以般若是不取于相，不着相才是般若你看这个都给我们做表演那他有提出来工作要有六项精进你看这个也是用佛门的词六波罗蜜精进是其中里面第一个他就提到了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我们刚刚就是提到了勤俭为持家之本，这个勤劳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啊，今天啊，我是一个主管，啊，我呢每天是最早到单位的，每天是最晚离开的。请问，啊，这样的主管还需要去跟他底下的人说，哎，勤劳一点，勤劳一点，需要吗？哦，我相信他团体的人很自然的被他感动了，哦，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哦，好，那顺道提一下他提的第二个，要谦虚不要骄傲，哦，谦受益啊，满遭损，哦，而我们处在管理的位置啊，哎，手上有权力哦，哎，是比较容易会，哎，骄傲起来哦，哦，所以我们也要很有警觉性哦，啊，啊，要保持啊，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哦，只有我是学生呢，啊，这样的态度啊，就不容易骄傲了。哦，而且家和万事兴哦，这个和从哪里来的？啊，我们看看跟和有关的词，大家读过哪些词？哦，哎，和爱、和敬、谦和，啊，代表我们去爱人，我们去恭敬人呢，哎，彼此就和睦了。哎，我们谦虚。哎，人家就如沐春风，这个都是和，和的和是果啊，因是什么？哎，怎样才能形成和的氛围？啊，我们都知道家和万事兴啊。好，哎，所以这里提了，啊，要谦虚，不要骄傲。第三呢，要每天反省。就是普贤行说的忏悔业障啊，我们每天反省啊，哎哎，汲取教训呢，啊，那我们的做人做事就不断提升了。第四呢，活着就要感谢，其实感恩的心就是菩提心哦，啊，哦，念众生恩，念施主恩啊，念本师，念师长，啊，念老师，哎，这感恩心跟菩提心很相应，啊，第五呢，积善行啊，施利他，其实都是时时想着要利益众生，啊，施善行啊，积善行，施利他，啊，每天督促自己啊，积功累德，利益他人。了凡先生哦，他有发愿做3000件善事哦。哎，请哎，诸位仁者哈，哦，我们行善有没有形成习惯呢？啊，我们有没有举手投足，哎，都在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哎，都想着。啊，去利益他人，好像佛法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哎，要把它变成习惯哦。哎，念念为人想，养成习惯，哎，可能我们，哎，看到，哎，有个啊踏垫稍微出来了，可能有人会撞到了，我们就把它。摆回去，这个都是善行哦。每一天一定可以看到善行的，啊，比方说看到一个同仁，啊，啊，在那里处理事情打电话，哎，你一看，啊，马上端一个椅子，啊，拿一个椅子过去让他坐下，哎，这个都是善行哦。啊，佛门有说啊。理事不恶，
好，我们今天了解一个道理了，我们要把它整个落实在事项当中，这样才能养成习惯。那比方我们都知道要反省，要忏悔业障，这个是理由。事项呢，我们有没有观察一下自己反省关照自己心念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假如没有感觉，应该是我们并没有去锻炼这一点。比方我们每一天睡觉前有没有学真止，吾日三省吾身，沉淀沉淀，今天有哪一些我觉得我讲错话了，有哪一些做事啊可以再圆融圆满一点。理真的落到事啊，我们才能受用哦。不然反省大家都知道没有养成习惯，这受用就有限了。当一个人真的每一天学真止三省吾身，他会练到啊，当一个念头不对了，他就观照到了，那个是他的功夫越练越熟。当他能观照到念头不对啊，他的言行就不容易出错了。因为是先有念头才有言行，他已经能反观到念头了，他言行就不大可能会出错了。所以反省的能力也是要一直锻炼的。那这个六项精进最后一条说不要有感性的烦恼，其实就是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感情用事。我们早上才提到了，护法怎么得定，护法怎么往生极乐世界，假如我们在做事的时候都是用第一念，没有计较人我，没有沾顾得失，没有基于义气，没有迁于感情，我们做事就是积功累德了，所以没有感性的烦恼，他做什么事都是往生的资粮哦。好，这个是跟大家提到，勤俭为持家之本。还有和顺为齐家之本，团体要很。凝聚力很好啊，整个氛围很和和。那顺，就是人的言语啊，还有相处啊，顺势而为，不要太冲啊，能体恤别人的状态。就像我们长老早上讲的啊，你对你也对，这代表耳顺，是不是有一个顺？因为看对方啊，那个劲就是长老评评理啊，对，这个时候你看他这个情绪这么高涨啊，你对哦，他就舒服多了。过了几天呢，他的情绪比较平和下来了，我们又顺势刚好一件事啊，跟他引导，跟他沟通啊，他可能就能接受了，不要在那个时候啊，硬去给他讲道理啊，造成他的这个不能接受，所以调剂人情。发明事理，这个是格言别录啊，弘一大师选的啊，从格言离弊选的这些处事的金句。
其实要调剂人情，就是我们时时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心，对方的状态，啊，出言顺人心，啊，好，比方我们今天要去提醒下属一个问题，好，我们去感受一下啊，啊，假如今天啊，你有人一过来啊，哎，我跟你讲哦，你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哎，你当下会怎么样？哦哦哦，然后心里还会冒出来，我做了那么多，你都没肯定一下，竟批我是吧？哎，你心里会不是很舒服哦？哎，可是假如这个主管一过来，首先，哎呀，上个礼拜多亏你了，哦，你先肯定他的优点跟付出，哎，他一听欢喜了，人一欢喜呀，你接下来提他的问题呀，他觉得你在护念他。啊，其心喜啊，善言易怒。你的提醒他就容易接受。啊，所以古人为什么说知所先后？你要先调剂人情，再提醒劝谏呢，比较能接受。啊，你可不要跟他讲，我跟你说哈，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直。啊，你一定要习惯哦。来，不要搞颠倒的事情哦。啊，古人告诉我们：“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家不了解我们，我们不难受。我们要了解别人，要体恤人情，哪有强迫别人要了解自己的？那这样学颠倒了。哦，好。哦，所以大家记得和顺啊，不能让长老这个故事白讲了啊。哎，你对，你对，你也对啊。哦，哎，还有最后啊，诗书为起家之本。哎，一个人，哎，要读。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他才有智慧啊！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一个团体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学会，一定要注重熏修，熏修才能明理，明理了，我们才能把事做对啊！所以不能忽略了啊，这个。听经闻法，好，那这个是你看家庭里面跟大家从这几个向度，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是通的。好，假如今天有一个国家啊，真的把刚刚讲的这些都落实了，它会成为整个世界的榜样，因为它这个国家会很安定。祥和昌盛，哪一个国家不希望有这个结果，就会来给他取经了。哦，所以我们看哦，以前汤商汤，他地方很小啊，他70里啊，结果全天下的人都来向他学习了，他就变成天下共主。文王也只有百里啊。好，所以好，今天假如我们把一个华人社区啊，新村呢，啊，我们啊，把儒释道在那里落实啊，把宗教团结在那里落实哦，哦，那全世界很多有心人哦，会到马来西亚来取经哦，哦，你们的眼神要充满相信的眼神，哦，啊，甚至于会很多的人
会来办第二家园 （second home） 哦，是吗？哎，这个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哇，这个地方这么祥和，大家搬过来哦，而且现在啊 ，second home 的标准降低了哦，应该会很多人搬过来，哎。好，哦，大家看老和尚当时候在澳洲晋中学院了，哇，好多人搬过去哦。好，我们现在也在考虑一件事情，哦，啊，那个英国汉学院要好好经营，哦，到时候把那边变成汉学城，哦，宗教和平的一个小镇，啊，因为这个时代啊信心危机，要做出效果出来啊，才能给人家起信。啊，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家庭或者自己团体的影响力，真的做成榜样啊，可以供养很多有缘人。啊，比方说人家一进到，好，啊，你我们的晋中学会去了。一看一片祥和，啊，人家就很爱要了，啊，哎，这个就摄受众生了，啊，可不能进到我们的协会去，啊，然后人家，啊，啊，当然这是因为我做得不好啊，曾经，啊，就有人跟我说了，啊，怎么团体里面的是非啊？没有比世间的团体少，哇！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哦，因为你一般的人，他觉得佛门是什么？清净地呀，吉祥地呀。老和尚这几天有没有讲？有啊。那结果他一进来啊。那可能造成他信心没有了，那我们罪过就大了，哦，所以自归一生，哦，这句话不能是每天念念有口无心，哦，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啊，你要把大众同理得很和和啊，一切无碍，因为家和万事兴了，没有碍了，啊，二人同心都可以断经了，更何况是一个学会的人都团结起来啊，哇，那会放光啊！啊，四个人见和同解，可以把佛法弘传到全世界哦。那一个学会见和同解，保证佛法从他们学会复兴了。哦，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啊，早上啊，长老有提到啊，共同的修学理念啊，我们要和合，这是第一条啊。来，我们拿出这个晋中同修修行守则。长老，这个第二条，同意修学的导师啊，那个导师的心愿，要不要请您？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一开始呢，啊，教一。所以我们净土的弘扬啊，哎，一定是依这个教导哈，哦。好像这个教义啊，我们昨天有提到啊，哦，有提到礼一啊，我们学这个经教啊，要深入义理啊。那老人家抓出了里面最重要的义理哈，哦，第一是信啊，依要解的六信。信智，信他，这个他尤其是相信释迦牟尼佛，相信阿弥陀佛，
性因性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信是，真的十万亿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我们不怀疑。姓李呢，姓李就是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心作心事。极乐世界啊，也是我的真心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就像我们这一句佛号念得恳切，极乐世界那一朵莲花就怎么样，就变大了。好，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净土是佛陀一代十教的顶法，这个念佛三昧，三昧中王啊，所以身灌顶皆受菩提记啊，老和尚说你把无量寿经念一遍了，就是诸佛如来给你灌顶一次了。讲到这里，大家觉得头顶有没有麻麻的？没有的话也不要去求，不然你一坐下来要读经的时候就是有没有麻麻的，有没有麻麻的，这样会着相，这个是很自然的。老和尚有讲哦，真念佛人都能感觉到诸佛菩萨在加持他。这个我只能讲到这里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假如我们一听老和尚说的真念佛人都能感觉到佛菩萨在加持，我怎么没感觉啊？还没有真念。什么叫真念？把念佛摆第一。你把念佛摆在二跟三算真念吗？前面还有事比念佛还重要啦。诸位仁者啊，我们真的想清楚了，没有什么事比念佛重要。我们今天希望把家庭跟团体的事情处理好，是我们的心的状况很好的时候才能把事处理好。怎样才能把心的状况调整到好呢？一定是多念佛，才能烦恼轻，智慧长。因为我们一不念佛，须臾被念佛之心，下一句呢，三十七念我们常常做啊，刹那即你们的嘴巴都没动，哇，你们是三十七念做完就放下了是吧？里面中风禅师这么多净土中重要的开示呢，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一不念佛就造轮回业呢，这一句话重不重要？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被念佛之心不念佛了，刹那即结业之所，造轮回业了。所以你真想清楚了，一定把念佛摆第一。人尤其成年人没有办法被逼的啦，除非你自己认知到了，你就会重视了。好，所以要真念摆第一啊，这个是黄念祖老居士很慈悲的教诲啊。那护佛种性常始不绝啊，我们自己老实听话真干了，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万修万人去，
我们要介绍给别人，这是护佛种性啊。就像这一部经后面对我们的期许，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套一句老和尚教导我们的，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你介绍这个法门就是在护持他当生去成佛了。我记得好多年前，不知道长老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到我们学会去参学，上去的时候看到好多小朋友在那里学习啊，陈德，那时候脑子里冒出了护佛种性常死不绝，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就开始念佛了，我们就在护持他的法身慧命了。第二，十戒一真，事出事法都是什么？唯心所现，唯事所变，都是自己的心现事变啊，不能责怪任何人。既然是我的心现事变，哪有可能去不了极乐世界？生则决定生，没有离开我的心，怎么会去不了？观法如画，你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就懂得不要去着相了，都是假的。你一执着啊，是给自己找麻烦呐。所以观法如画，就是《金刚经》说的，不取于相，就是禅。三昧常寂呢，就是《金刚经》说的如如不动。所以我们要常常练哦，一遇到人事物境界，不取于相，不要去着这个相，要往内，五十三参就往内了，不取于相，然后如如不动，观照不能起情绪，不能起分别执着，来如如不动。我们在一切境缘都在落实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啊，这个就是在练禅定了。八万四千法门都在修禅定，因为它是枢纽，因定才能什么开慧。我们不断在练禅定，功夫到智色通，练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开智慧了。再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假如我们从教学的角度，通诸法性啊，就是气理啊，宇宙人生的道理啊，我们贯通了。达众生相啊，就是气机，你要应众生的机。教学都要气理气机。第三，住真实慧。我们现在能不能住真实慧？可不可以？佛号不要中断，念佛即是自心现。这弘明正彰自性。姜卫农老居士做《金刚经》讲义的时候说啊，持名念佛，暗合道妙。持名念佛不是实相念佛，持名念佛，暗合道妙，即是行深般若，无意念实相，跟实相念佛是平等的。是故啊，能消众业，能灭众罪，
所以持名念佛殊胜哦。好，我们今天持名一生接一生呢、啊，没有任何妄念进来了，这叫因无所住啊。我们起个妄念就有执着了，有住了。可是我们又一生接一生呢、啊，叫俄生其心，所以这一个持名念佛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入因无所住俄生其心的法身境界。这个方法妙啊，所以可以消众业，可以灭众罪啊。一生阿弥陀佛灭80亿劫生死重罪啊。所以没有罪业消不掉了，肯老实念佛一定可以做到了。我们可以入法身的境界哦，所以暗合道妙哦，跟我们的真心相应了，所以暗合道妙了。但是要保持哦，我们假如没有妄念进来，念了5分钟，做了5分钟法身大事，可是5分钟以后，想到自己的孙子了，我不见了，那要重练了哦。好。好，那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你看老和尚一年讲1200个小时，把《无量寿经》讲透彻了，给我们讲明白了，这个都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给众生会以真实之力。你把老和尚的经教介绍给他呢，他就可以得到真实的利益了。我们自己又依教奉行，我们自己得很大的利益啊！你又给他表法，那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念念普利群生，心心流入觉海。好，我们心心都依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也是都是流入觉海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之心，以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之行，破除一切妄想执着我们理都依五心五行不五心理依五心然后呢懂得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是老和尚的20字心法我们时时放在心上第五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诸位仁者，我们菩提心发了没有？劝发菩提心文常常念一定发得出来，因为那是我们本有的然后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好我给大家检查一下，请大家把佛珠拿出来外面有结缘的你们还是如如不动我还是很佩服你们的定功大人是不能被勉强的他自己认知到了自然会去做我假如再勉强的话，就是我的执着，不关别人的事情不要放下控制的念头，要说而无说，说完就说完了不要盯着别人，怎么还没做？怎么还没做？决定一生往生不退做佛接下来我们要去力行了道理明白了，得要行了，行一
菩提心，菩提心不是说说而已啦，要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所以行医三福，这个大家比较熟了，我就不念了啊。二六合，这个六合啊，算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重点啊，我们明天又会就这个再来进一步探讨。其实不是明天呐，从第一节课到现在，有没有离开建和同解？我们长老从今天早上讲到下午，有没有离开建和同解？我们这个纪美莲居士说，我是新科理事，新科大家听得懂你们可能听不懂，我换一个词，新科状元，听得懂了那当理事跟当状元，你们觉得哪一件事情比较殊胜？当状元只是享国家的俸禄而已啊，当理事可以积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掌声恭喜这个新科理事啊！好，整个长老他提的就是怎么护法，的重点呢、那我们护法就建和同解。怎么管人、管事、管物？我们建立共识了。这一些守则啊、制度啊、规约，这个就是戒和同修了。再来生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业。这个是生口。最后一个是利和同君，这个利和同君呢、陈德用一句比较白话来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跟同修们都说啊，这个利和同君就是。我的钱就是你们的钱，你们的钱还是你们的钱，我这第二句没讲啊，你们会开始紧张了那大家觉不觉得我的钱就是你们的钱？请问，我这个平生有没有钱？你看以前看电影，一看到。电视剧里面的出家人平生法号，现在我也出家，这个平生两个字这个平字啊叫安平乐道要以苦为师日子不能过得太舒服了，这样就堕落去了因为我们出家人啊没有自己的钱啊，所以怎么会有钱？十方来了，所以叫化缘这十方供养来给他化成殊胜的缘，化成功德啊，这样人家施主才欢喜啊我们今天长老说的人家捐钱给乞丐是没有求他回报的人家捐钱到我们学会来我要功德是吧？我要修福我们要为世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我们修六合敬我们做的佛事都有殊胜的功德好，
那因为承德是十方来，所以只要大家是为众生做事了，那我的钱铁定是你们的钱啊，是吧？哦，所以我早上是不是有声明，只要做老和尚的事情，没钱找我。哦，好，哎，我好像有一点没有，哎，老和尚讲了，我们在单位当中啊，要各司其职，是吧？啊，你自己的工作本分在哪，守好。哎，我好像有一点抢了韦陀菩萨的工作了。哦，哎，我得跟他老人家，哎。talk 一下，哦，可能是他老人家加持我啊，啊，希望，哎，给大家一点信心，因为我们常常每一年这个英国汉学院呢，啊，都会办这个开放日，哇，好多家长啊，会上来了解，因为希望哎看看他的孩子适不适合走这条路啊，啊，每一年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假如我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学，结果呢，读了英国汉学院，毕业之后没有工作，天下父母心啊，是吧？我会担心孩子啊，哦，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虽然前面讲了啊，哦，现在社会啊很需要汉学啊，以后学汉学呢是社会最需要的人才。讲到这里呢，我看他还是没什么反应。最后我就加了一句，只要他从小学英国汉学院毕业了没有工作找我，哎，他们就笑了，嗯，哦，当然，哦，大家不要一听哇这个陈德法师很有担当，哦，你们不要把我看得太美丽了，哦，其实我讲这个话，哎，一个人能从小学到英国汉学院呢，他铁定是个人才嘛，不然他早不相应了，早跑掉了。能够十几年他都能学下去的，绝对是可以用的人啊。哦，哦，所以这是我的信心。哎，好。哦，那这个利和同君啊，第三呢，三无漏学，起心动念远离三毒恶恼，啊，远离贪嗔痴。啊，我们这一次来培训呢，老和尚在讲到三福六和的时候，特别强调戒已经是小乘的一个部分，要建立在什么？人天成，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三根扎好，才能具足众戒。这一点提醒啊，蛮重要的。啊，三根扎好了，这个贪嗔痴啊，就可以调伏。哦，所以才能够啊摄心，心就不被啊这些贪嗔痴习气拉着走了，摄心回来，啊，清净是戒，平等是定，正觉是慧，相应了。啊，再来菩萨六度，啊，我们依这些标准，啊，我们一言一行对照这五个行门。啊，对照哎，菩萨六度，啊，哎，教化众生呢，啊，助于无上真正之道，啊，第五是普贤十愿啊，贤共尊修啊，普贤大士之德，啊，啊，所以这个十愿啊，那我们学习普贤菩萨修持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是普贤行的精神啊！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对照普贤行啊，普贤行愿品最后有说了，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身外之物你带不走了，身体也开始坏了，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会坏，就是普贤的功德力不会坏，这个功德力会带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第四呢是果求。啊，哎，我们看看啊，我们现在做到哪里了哈？第一，实践是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成就自身。啊，这个是老和尚提倡的是好。好，庄严重行。规范具足啊，我们时时都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好，第二，效法华严五三善友啊，五十三参啊，视作世间众生家庭工作社团之好榜样啊。我昨天跟大家说，老和尚是学华严经的啊。那老和尚总结华严经八个字，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其实我们读无量寿经啊，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阿弥陀佛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是做到整个宇宙的榜样哦。那我们要不要做整个宇宙的榜样啊？我们是弥陀弟子哦，我们也是释迦如来弟子，是吧？你看释迦如来做到一切诸佛都赞叹他哦，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说此难性之法，是为甚难啊。哎，啊，我们要向本师，向弥陀的弟子啊。好，第三呢，和睦各个族群、宗教、文化，存异求同，共存共荣。啊，我们既然在这个地球上了啊，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啊，岂能尽如人意？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去强求，但求无愧我心啊！我尽到力了。啊，第四，安定社会，崇德新人，互助合作，人皆均富，人皆均富乐利幸福美满，劝欲彻尽，世界永久和平。啊，其实念佛的功德力是最能够化解灾难。啊，那我们又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在我们的学会去弘扬。啊，这个都是在实践老和尚所列的这个果求。啊，好，第五，深信因果，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共诸上善，同会弥陀，一尘愿海。啊，我们前面都能做到了，这个都是积功累德。我们又一项专念啊，那就正住双修啊，我们这一生就圆满了。好，这个是共同的修学理念。我们待会啊，来谈一下。啊，老导师的心愿，啊，现在是不是休息一下？啊，因为快一个半小时了，啊，这个上课啊，坐着也是挺不简单的哦，哎，挺辛苦的。其实听课比讲课还辛苦啊，哎，讲课还可以动一动，是吧？哦，你看听课都好，谢谢。